皮肤敏感同埋好多致敏源嘅症状咧，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嘅提取物嚟改善情况噶。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，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。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。咁啊，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，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，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，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息息相关嘅。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，而后者咧则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，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嘅反应嘅。咁第二种咧就系苹果果胶啦。果胶咧就系苹果里边咧最有益嘅成分之一，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衍生神经营养因子 BDNF，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嘅问题啦，譬如鼻敏感、哮喘、类风湿关节炎等等，都有舒缓嘅作用噶。第二節咧，我哋講下啲陳年舊 case。陳年舊 case 亦都講下，喂，真係有啲即係風燭殘年啊！即係古惑火記啊，唔好話古惑火記啦，其實佢哋都慘嘅。係咁啊，只不過話喺啲單棟樓要求冇咁嚴格嘅地方裏邊，嗰啲做保安嘅人。咁喺度有啲咩特別嘅情況咧？係啦，咁啊，其實講下兩個 case 啦，其中一個 case 咧都見過嘅。嗱，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自從1996年開始個法例生效之後咧，做保安咧，咁有幾樣嘢要留意嘅。就算咩程度嘅保安都係，第一基本上唔 expect 啊，唔期望你有案底。當然啦，嗰張申請表我都好清楚嘅話，你有案底唔係代表我哋唔會俾個牌你，即係申請政府都係咁嘅樣。但係你試下揾一個冇案底。即有案底，但又申請到個保安牌嘅，真係少之又少啦。我睇你個案底咩啦？係咯，唔係你抌垃圾嗰啲唔同啦，係嘛？嗰啲簡易治罪，即或者咩都唔同啦。不過個問題咧就係、是、第二樣嘢就唔可以瞓覺啊，當值嘅時候。呢個係個法例講得好清楚嘅，因為會俾人除牌，甚至有刑責嘅，會罰嘅。我點解？因為如果你要看你看著個財物生命嘛。但係你都係瞓覺，即係你看唔到啦。除非你瞓咗覺，你看到即係關公瞓咗覺，好似唔瞓覺咁啊嘛，嗰啲啊咁啊嚇死人啦，咁啊就會咁啦。嗱，試過 case 咁樣就係、是、曾經有一個都係新例已經生效咗，1996年生效咗之後，有個看更，即係單棟樓看更嚟嘅。咁咧佢就俾嗰個業主立案法團嘅主席影個相，睡咩咧？瞓覺咯。瞓覺就唔係佢唔係夜晚瞓覺啊。即係喺當緊間，可能白天嘅時候佢都伏喺度瞓覺，影咗佢，影咗唔止一次，結果炒咗佢啦，炒咗佢梗係唔賠錢啦，係咪？唔賠呢個嘅嗰個通知金啊咩剩啦，咁佢走去勞工處度搞啦，走去咩剩啦，咁嗰陣時做調解嘅主任咧就明白一樣嘢。因為即時解雇係一個嚴重罪行啦，即係如果你係犯緊香港其他嘅法律咧，如果一樣嘢嚴重嘅，喂，如果你看更。你瞓覺俾人除牌，可能會有刑責嘅喎嚇，罰款或監禁嗰啲咁嘅嘢啫。咁好大件事咩？如果呢個係成立，基本上你就冇通知金㗎啦，唔應該咩？咁嗰陣時就好笑啦。咁啊，埋尾就係嗰個法團嗰陣時仲係咩咧？嗰啲人影，嗰啲人拍嗰啲片咧，咪揦住一嚿嘢，好似即係揸住喺手度又做卷帶嘅咧，嗰啲唔係依家啲數碼相機嗰啲機啦，叫做啊。咁佢就已經等定喺度㗎啦。等定喺嗰個調解喺嗰個會議嗰度，等定喺度。我如果你睇咧就睇，唔睇啊唔睇啊，知咁樣樣啦。咁咧嗰陣時調解主任就同嗰、那個即係嗰個看更阿伯講：你有冇瞓過覺啊？咁樣佢又唔出聲。跟住咧個調解主任就講一樣嘢：嗱，我唔係法庭，我唔會判。但係問題就係、是，如果大家想攞到錢咧，成日有得和解咧，就睇得好關鍵啦。我未睇我都唔知啦。如果睇咗真係有瞓覺俾人影到嘅，我幫唔到你嘅喎。就算去法庭，我寫我嘅文件去法庭，都話俾佢聽，你係瞓咗覺喎，你一定死緊嘅喎。跟住個看更阿伯就講一樣嘢啦，老虎都會瞌眼瞓啦咁樣嘛。佢咁答喎，即係話佢冇錯，因為老虎會瞌眼瞓，法例咁樣樣寫，佢都係要瞌眼瞓嘅啦，所以佢應該攞到錢嘅。佢冇無聊，我覺得係啊，神奇奇啫，好奇怪。當然啦，最後我哋都冇睇啊，即係個勞工處嘅主任都冇睇嗰個帶，即係對方個僱主，唉，都算啦咁樣。係啦，但係算嘅就係你唔追我咪算咯，咁講啊，即係如果
呢、這個 case 唔知佢哋有，我相信嗰個人咧，嗰、那個看更咧，佢帶埋個仔嚟嘅，個仔咧都唔敢出聲。不敢走去話我一定要睇片，因為知道個老豆一定瞓到覺啊嘛。咁當然啦，佢又去法庭申請，究竟有冇上庭定咩咧，都唔知道啦。喂，我有個問題想問你，講你聽先。因為我哋人肥啊，係咁有啲人咧個先天性咧就唔係佢想瞓覺，係佢有睡眠窒息症。佢一個人坐喺度咧，佢就好似會氧氣唔夠咩？嚇，會氧氣咁佢眼瞓。嗯，咁如果佢又做保安咁點咧？佢係個病嚟嘅喎。咁其實個問題就係、是。年年驗身的問題啦，當然65歲以上嗰樣嘢啦，即係如果驗身你有睡眠窒息症，基本上係可能係唔適合做保安嘅呢一樣嘢，一定要講得好清楚啦。咁、那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如因為法例，我會咁睇法例寫得好清楚，就唔可以瞓覺。當然啦，你俾佢搏暈咗，即係俾個賊搏暈咗，咁你瞓咗喺度冇理由係你啦。但係問題就係，如果你on duty當中你都係咁咧，我覺得即係好難幫到你。唯有個問題就可能呢位嘅朋友咧，唔係你啊嗰個啊，第二啲朋友佢一係就減肥啦，一係就可能要根治啊呢個症，即係你冇咁肥可能會好翻啲嘅，或者可能一啲嘅方式要幫下自己啦。如果唔係呢個行業未必要做得到。我諗下，原來我好適合做看更嘅。嚇？點解？因為你中意瞓覺。因為我本身個人咧。瞓得少，第二咧我唔使瞓得噶喎，聽講。係啊，我唔好嗰陣晚我瞓咗兩個零鐘頭，昨晚。咁啊，今朝早六點幾出門口，踩到而家。真係得。今日而家已經八點幾，你冇見到我。係啦。黑眼瞓。你精神過我喎。係啊，睇個樣係。我係唔會嘅，即係總之挨到牀就瞓覺，瞓嗰兩三粒鐘，跟住起身。咁啊，全日你做乜嘢都啦，我都唔會冇。是那即原來我適合做保安也好、啊、都即第時你仲有一份都係嘛？做嘢咯。你70歲之前你仲有啲單棟樓，下有單棟樓到喂請唔請人啊咁樣樣。咁啦，另外講下第二個 case 啦，又係關於單棟樓保安。咁倒翻轉，大家又評下你諗諗啦。其實就係嗰啲調解 case 嚟嘅。其實因為我都知道嘅，有單棟樓咧，有啲阿叔啦，佢基本上咧就屋企唔喺香港，咁咧就喺。大陸又好啦，嗰樣嘢。咁總之佢做看更，佢咧就唔係做12個鐘。係，其實佢應該話俾你聽咧，佢基本上係接近做24個鐘。因為佢食啊、住啊、瞓都喺埋你嗰樹。係啦，而有啲咧，即係咁樣講啦，都唔知同你幾少冇聽過。係，同你話係有啲人佢覺得我哋啲單棟樓。即係嗰陣時冇要求冇咁高，就容忍佢，或者有陣時佢請假咧就叫人哋嚟做替工、替更，咁嚟頂。咁其實咧又俾得錢少，係咁嗰個女少㗎。嚇，咁嗰個人咧就做咗廿四小時。廿幾。其實廿四小時嘅意思就佢喺度瞓，喺度食。係啦，喺度煮。其實理論上好似叫煮嘢啊。係啦，我見過我以前住過單棟樓啊嘛，嗰陣時覺得個看更夜晚會瞓覺嘅，嗰陣時因為新例未生效啦，即係好耐之前啦。另外問題就係佢真係喺度煮公仔面嘅喎，見過。又瞓喺度瞓埋，跟住又起身咁做埋，有兩個嘅，嗰、那個真係放假出咗街，咪第二個嚟頂咯咁情況。阿師哥個 case 係點樣樣咧？咁大家評下你去諗諗啦，就係呢種情況，有一個嘅老人家好老嘅啦，都差唔多60幾。嗰陣時即係案發嘅時候60幾啦，嗰陣時個情況就係佢投家喺大陸，即係好即係娶咗個好後生嘅，但係落唔到嚟嗰啲啦，未落到嚟啦，未落到嚟啦，好細嗰啲。咁香港佢冇地址嘅，即係當然啦，各有前因啦，或者佢好有錢或者好冇錢是鬼蛋啦。個問題就係佢要求係翳份工翻嚟一個單棟樓，其實深水埗嘅。翳佢就話：哎呀，我冇地方住啊，不如你請我倉家俾我喺度瞓埋，俾到咩剩啦？咁。因為那個單棟樓冇乜業主嘛，少咪平咪請佢咯，即係嗰個唔好叫業主立案法團。總之佢成扎人有一個人喺度話：好啦，我請你啦，就咁樣樣就做啦。光陰飛逝啦，即係都廿年啦，即係咗廿幾年，跟住真係要退休。個問題係咩咧？當退休嗰日，竟然有個工會走出嚟陪呢個人上勞工處立案喎，追咩咧？24小時啊嘛，係啊係啊，佢24小時工作啊，佢喺度唔係佢追兩樣嘢，第一，因為其實嗰個阿伯咧，基本上佢係冇訂去啊，佢唔想使錢啊，咁佢咪去公園行下或者咩剩，喺嗰度成日打盹啊嘛，喺個大廈嗰度底下，個問題佢話佢冇放過假，廿幾年嘅法定假期冇放啊，追廿幾年嘅法定假期，一年12日嗰只咧，即清明重陽嗰啲，第二。我冇放過年假，一年7、7、7、8、9、10又加埋去啦，係廿幾年喎。第三，佢成日 OT 啊，
其實依家法例 OT 都冇講幾多錢㗎，即係咁。總之最低工資得，佢又高喎、啊。就話咧，我廿四小時啊，就算我瞓咗幾多鐘都十幾鐘，我有 OT 啊，我應該十個鐘啊，十二個鐘嘅啫，我有六七個鐘，你要俾我有計二十幾年喎，結果幾十萬咧嘅條數出嚟，去勞工處度要求調解調停啦。你點睇啊？呢單嘢嗱咁樣講啦，即係以我咁啦，即係如果我係僱主，當然啦，即係業主立案法團有，或者嗰棟樓咧有可能有二十夥人，係咁啊，二十夥人。如果呢個阿叔即係為自己賣咗廿幾年命啦，嚇咁咧應該咧就係幾廿萬就冇可能噶啦，即係喂點樣攤分咧？你肯俾佢唔肯俾係咪？嚇係啊，因為共人中人之事啊嘛，或者個個都有份，有啲肯俾，有啲唔肯俾。同埋有啲中間搬走咗喎，有啲我最近嗰最尾嗰兩年先嚟，我吔曬廿年嘅嘢係嘛？係啊，咁我就話咧。法例就應該咧就唔使賠嘅，但係咧嗰人情上咧就即係個叔咧封翻封厚啲嘅利是，大家幾年再你都住咗兩年啦，譬如好似咁，你又新嚟，唉唔算你啦，咁我哋嗰啲舊感情過年過節都俾利是啦，係啦冇錯，封翻封俾佢就應該嘅，但係咧即係由你由呢個問題又帶出咗咧，頭先我哋上一集咧就帶出咗包攬訴訟嗰啲可惡人士，係你頭先呢個問題咧就唉。亦都帶出咗，牽動咗，牽動咗啊！好多啲工會撲街，真嘅，okay. 因為咧有啲嘢咧，你唔係你係老闆，你唔係工人，你梗係咁樣講啦。有啲人可以咁樣講，係我但係話有啲嘢咧，即係為咗。唔係為咗工人，係為咗你要有嘢做啊！係即係工會要有嘢做嘅，即係。是啦，冇錯啦，即係咧，你要想辦法咧，要揾啲嘢做，證明你哋個工會有用存在，你要存在，你有存在感，你就有啲嘢喐緊啦。係啦，咁好多事咧，明明一件好小嘅事，或者其實咧勞資雙方有，或者好多問題係可以解決得到嘅，係正常合嘅，大家都合理，其實可能我。工人或者個夥計都覺得係冇問題，佢未必期望咁多嘅。係啊，但係你咁樣做就變成咗點解話好似而家你發覺啦、你知道啦，工會勢力咁大啊，一搞親就罷工，成個巴黎攤門咁啊。雖然呢一單就唔關工會事啦，唔係主要工會，係黃三下黃三下，但係有陣時都要諗一諗，係嚇應該做。咁呢單嘢做咩點啊？做幾分鐘？嗱，講埋啦。其實呢單嘢咧得意嘅，咁當然啦，直情係有預謀地上曬報紙 call 曬記者去啊。所以佢勞工處調停嗰陣時好難調停啊。喂，成扎記者塞咗喺門口，我衝唔到入嚟喎。喺長沙灣政府做好笑嘅。咁當然啦，埋尾有冇有和解嘅？幾多錢我哋唔講啦。個問題其實呢度帶出幾樣嘢咧。首先就係、法例其實大家知道咧。不要想著法例可以涵蓋全世界所有的情況，這種情況就是大家有其中第二樣東西交換，就是什麼呢？我給你住，給你在這裡吃，我不收你租。其實反過來，如果那個法團懂玩就是，哦，是啊，你叫我給 OT 也可以，但我收回你租，20年的租我收回你，你要睡嘛，個床位什麼深水埗劏房2000嘛，2000，跟你計未必有數，第一樣東西這打法。第二樣東西就是，那個的即假期那些東西，其實根據法例來說呢，那個法團是輸蝕的，因為你真的沒有放過假給他嘛。所以呢，我經常勸那些人，你那些工人告訴你，我很等錢花的，我不休息日，休息日都天天都在做，我沒有親戚的了，我斷落親的，咁呢我放心了，現在沒有這些人因為有斷落親的人，但突然間他要辭職，就說他及他家人 又反對他嘛，他的親戚又回來嘛，是啊，沒錯，明白那些東西。即其實這裡呢，公司是會輸蝕的，法團的人輸蝕，但剛才我們又帶出一個問題，有些人最後那兩年才搬來，又剛新入來，你跟我賠那麼多錢，對什麼事？當然啦，這個case最後應該解決，就給他錢他可以搞定。問題是什麼呢？第三樣東西提到一樣東西，就是古惑夥企前老闆，你說個老闆賤賤地，哎呀這麼cheap啊，什麼那時候沒有最低工資啦，這麼cheap啊，那我刻薄個老人家，倒回轉個老人家是有個瓦遮頭啊，又不會流離失所啊，這樣的問題。最大問題呢度講人性嗱，如果大家聽節目開頭咧，記得我講咧，佢幾時去勞工處啊？佢唔係講朝早、下晝、夜晚黑嗰樣嘢，
就是當佢個法定年齡不能夠再退休，即你未退休嗰日，我俾緊錢咧，大家好開心，佢對我好嘅。但係咧，當退休嗰日，佢知道冇得做，佢知道一定冇得撈，法例唔俾佢得撈啊，佢咪同你反轉豬肚咯。我啲正常啊，咪咯，咪都係我覺得好唔正常，原來係正常。不過好多人可能係咁樣呢度就即我哋做呢個節目咧，蠱惑夥計賤老闆呢、這個 case 好肯定，老闆係有唔好嘅地方。其實佢應該逼佢放假，話知你流離失所啦，行啊！知一個禮拜㧬佢出去啊，其實就係因為咁樣咧，變咗咧。你話而家香港咧，其實一個好差嘅社會嚟嘅，係人同人喺個信任度咧，有啲人譬如我成日鬧啲大陸人啊啲，其實香港人都係香港人嘅信任度係極低嘅。係啊，冇錯啊！即自己人對我嗱，如果我講一個狹義啲，自己人對自己人都係咁樣謀對方，或者即潛藏住一啲嘢，到時即利害關頭未出現就唔嚟，一到我同你冇合作機會，一定散啦，就即刻嚟懟。係啦，呢個好得意啊！我哋下節翻嚟再講。好，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嘅煩惱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